大家好，我是美联物业的 Yuki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个位于德兴街怡兴阁一个高层的单位。这个单位非常有特色，一入门口就有一间房和厕所，行楼梯上到二楼就是有另外两间房，客厅和厨房。这个单位875尺，业主现在放售的。我们上了楼梯之后会见到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和客厅，它的装修非常之有外国的风格的。这边呢就有一间房，对面都有另外一个主人套房的。大家想预约看楼记得找我 Yuki 啦，我电话6503-3863 6503-3863。下次再有什么靓盘上盘都会为大家介绍的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